啊，那我啊，我们玩个游戏。什么？剪刀石头布，输的脱一件。不要。一件就不行。一件就。不要，我很冷，大哥。那为什么你这要叫我脱？我也冷啊，我是冷面，我也很冷。你脱。不行，你不是说你会听我的话？那我脱，可是你要看着我脱。好 ，OK OK， 可以可以。我靠，好恶心啊！快点啊！我不好意思。那我不脱了，你不扎自己，我不脱。啊哈！好好好，我照我照。可是我真的不拍，我有藕包。你昨天都说了我有藕包。好了，我会看你这样子。你要照自己啊！哎，你不要这样搞，我真的有点，我没办法。好好，我脱，我脱，我脱。我的脸真的很红，我每次遇到你都会很红。你别这样，慢动作。欸，我第一次玩欧米托。欸，我靠，你不要慢动作啊，好恶心，好帅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好了，欸，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行程。OK。欸，我先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毕竟昆明这个人生地不熟嘛，就如果我晚上自己睡的话，我会很没有安全感。那你觉得该怎么办？我会把你哄睡觉，我再走的，可以了吗？啊，你说你要先把我哄睡觉，然后你再走。好，那如果我早上才睡怎么办？啊，你忍不住要睡觉了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只要你不睡，我都不会睡。不是，你可以不要绑喷水池吗？可是我的头很瘪。不是，你刚刚明明就很好看。我的头发太瘪了。别管我了，你别问。照着你自己。我在照。我在照镜子，你不要讲，你一讲我就会躲起来了。你别说话，你就说你自己的事情。你这个人真的很蠢。哎，好了，你说。对不起。啊，你就喜欢我蠢啊，不是吗？是的。不是你哄我睡觉，那为什么不直接就是可能那个，就是一起。大哥。好了，认真的，现在认真。OK。认真哦。嗯。我们该讨论一下行程了吧？可以啊。不是啊，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我来了，我到底要不要拍影片，要不要直播，或者是怎样的，你觉得呢？那你先说一下你的想法，因为这是你的频道。我的想法是，我觉得我会想要拍影片。一开始我可能先在台湾机场拍了自己说，啊，各位，我今天终于见一个在 OVTV 上面认识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寻找我的真命天女？你感觉很像给欧米打广告的。啊，就是我会这样子拍的我自己。嗯。啊，我有一个自拍棍，啊，就这样子拿着。嗯。对，然后说，然后我现在要准备上飞机了，要出发去昆明了，然后。你不用细节到这样吧。那我们见面之后呢，要去干嘛？见面之后，如果你到时候肚子饿的话，我带你去吃东西。我肯定饿啊。那就去吃东西。昆明有什么好吃的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一般晚上都是吃烧烤。啊，你晚上都吃烧烤而已。就是晚上他比较吃的人多的东西是烧烤。烧烤是长怎么样的？就是他有一个小店，然后呢每个人有一张桌子，然后呢大家可以坐在一起，然后那个桌子中间有一个那个火，然后呢他可以把你要吃的东西那样子，就是他可以把那个东西放到那个火上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烤。哦，也有那种就是你坐着，然后别人帮你在那个火上烤。哦，那个是要自己烤吗？有两种，有一种是自己烤的，有一种是别人烤好给你吃的那种。我喜欢别人烤好的。我也是。 那就可以。欸，如果去吃烧烤的话，那是不是可以直播？蛤，你在吃烧烤那里直播，那个环境很嘈杂。欸，是吗？它不是餐厅而已吗？不是，它是那种街边的那种才好吃。街边那种小店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很好啊，街边更好啊。很吵。欸，人很多。我有麦克风啊。啊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也太，第一天就直播，有点太夸张了。好好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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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，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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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好好吃饭，我们好不好？嗯，就可能随便拍一下就好。我帮你记录，反正可以，就是你可以说，嗨，现在我和他在吃这个烧烤，我们很安全。然后呢，你反正你做的每件事，你都可以
拍成那种报备视频，然后呢最终剪在一起就可以了，这就是你的 day one vlog。 然后 day two 的话就是我带你去玩的时候我可以再给你拍，然后呢就是可以你就是拍一下。那 day 二我们要干嘛？Day two 的话，我们就是看天气吧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我就带你去。我们这边有个地方叫翠湖，就是它是一个公园，然后呢，那边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店，然后呢，它还有吃的东西，反正就是旅游的人都会去的一个地方。哦，这翠湖是你们那边的景点？一个景点，对对对。然后那就是白天，对。然后如果下午。白天。别唱。然后如果下午或者是晚上的话，我就可以带你到我们另一个景点，叫做海埂大坝。那是一个，那是滇池，就是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湖边。然后因为冬天到了，那个西伯利亚的海鸥都会飞过来我们这边，很多人都会去看海鸥。然后呢，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我就带你去那个地方。哇操！就是可以散步，我很喜欢散步。哦，那第二天就是白天去翠湖。嗯，下午晚上就去看海鸥散步，嗯，看很浪漫，不错。啊，那晚餐要吃什么？晚餐在看呢、啊，我觉得你不是拍你的额头啦。就是你吃的东西，你可以到时候再订，就是不用现在去订。就是你现在订好了，万一到时候你不是很想吃这个，你可以改变的嘛。反正吃的很多的，我都会带你去的，相信我。我的品味是真的很好，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的美味。那第二天 day three, 也许你 day two 就想离开了。 day two 是星期一嘛，嗯，你放假是放星期一跟星期二。对，星期三其实如果你要在的话，我也可以为了你不去上班。可以这样子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更重要啊。呀！但是谁知道呢？啊、谁知道呢？万一你不想，啊、你这样撩我，我也 hold 不住。我们两个要不现在演一下，就到时候如果见面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好，来、啊。那我就等一下。就算我现在在机场，好尴尬。啊、在玩游戏。啊，你啊，你要出现，你要出现。嗨。嗨嗨嗨，牙线吗？好尴尬。嗨，牙线吗？是的，是我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，你好，干，别握手吧。握手也不行啊。握手很尴尬哎。握手不会尴尬呀。那我觉得就直接拥抱吧。你他拥？行了，没有没有，就简单抱一抱，就像那种 rapper 那种。不行。简单的。不然你的头来，你给我滚！不是你不是很喜欢看 rap， rapper 都这样啊。rap 什么什么不行，严肃一点、啊。不是，就简单一点，就这样拍一下就好。不，好尴尬呀、啊！你这是什么动作？不是这很基本吧？不行，你把我握手才尴尬吧？握手是朋友在做的。你不是就是说先朋友吗？那到时候就是，然后你不能让我尴尬，你让我尴尬，我会马上直接睡在地上。那你睡啊。你快点重新好好演一次，赶紧。好。嗨，欢迎你。嗨，牙仙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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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欢迎。别他妈做这个动作。啊，嗨，牙仙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。走吧，那我们去哪里？我不知道了，好尴尬。那我们，哦，好，我饿了，可以先，啊，我们要不要先去吃晚餐 ？OK OK， 你想吃什么 ？OK OK， 我想吃烧烤。OK OK OK， 好的。好，走吧，那我们走吧。好尴尬。我们要坐什么车去？我会打车的。打车，好，车到了，来，我先开门，你进，来，你先坐进去。你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搬行李。不用，那个司机会帮你搬的了，要不我帮你搬吧。